少爷，您要的薛家大小姐薛雪的资料，这是最新收集的。薛家只有一位千金，就是薛雪，以后注意称呼。这和她从前似乎没有半点相似之处。薛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小雪，明天考完试之后到我家用餐可以吗？家里最近请来一个曾服务于米其林餐厅的大厨。姐姐应该没有时间吧？雪雪雪雪，为什么总是雪雪？我现在也是薛家的女儿不是吗？既然凌晨同学多次邀请，我再拒绝就是不礼貌了，那么明天就麻烦凌晨同学了。姐姐，你不是听妈妈的话，要嫁给姬家那样的家族吗？难道薛雪在戏弄我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嫁给谁当然要看自己的意愿，要选择对的人，以后才不会后悔啊。我就知道小雪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。神气什么？你不过是仗着薛家大小姐的身份才有的挑，等我得了母亲的欢心。哼，这位同学，你是哪个考场的？这么早就交卷了吗？嗯，老师，我在这里等姐姐，我是薛家的。提前交卷来这里，怕是有什么阴谋吧？能有什么呢？作弊。薛雪，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竟然作弊！雪雪，你胆子太大了。我没有。怎么没有？证据就在这里。我说你怎么会从倒数突然变成第一？如果不是我监考，还真就被你骗了呢。如果是作弊，就要有同伙吧。是谁把这纸团扔进来的呢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弄出了声音。你妹妹都承认了，你还想辩驳什么啊？没想到你不仅作弊还撒谎。哼，老师如果坚持认为我作弊，不如和我打个赌，如果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会主动退学，但如果我能证明，老师就请主动辞职吧。我为什么要和你打赌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再想怎么找借口也没有用。姐姐，只要你承认自己作弊就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顶撞老师呢？这纸上的答案一共22个步骤，但我从收到这个纸团为止不过1分钟不到。教室这么多人，刚才可是看到老师在我没有接触纸团的时候就来了。老师可以再看我卷子上的答案，这道题有多种解法，而我用的是另一种更加简洁的答案步骤。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薛雪根本不可能抄到答案啊。难道是她妹妹故意陷害？这也太恶心了吧。哈，又不是亲妹妹，刚才她替薛雪承认的作弊，她凭什么？姬少，今天是期中考的日子，可能不方便您去教室参观了。不过咱们这里的教室每一间都是干净明亮的，您如果能来入学，那真是蓬荜生辉呀。